出赛了五场，投了15又3/3局，拿下了2胜，被打了15支的安打。另外呢，送出了12次的3振。右半边的一个滚地球，就是要去补位。大棒一挥，这个挥棒落空，很有效果。结果挥棒落空，用了3个好球结束了这个扳局。这个变化球吊中打者，形成了第3个出局数。就这个球遭到了曲球3振，这是今天刘少威所吞下来的第2K。打击的是第4棒的施冠宇，这个曲球再度进入好球带，打者挥空，形成了第3个出局数。